好，这里是最美容社，我是圆圆。幸运呢，这段时间一直在住院，可能是因为身体阴阳的原因吧，所以说这个病毒的含量一直也没有下来。今天打饭呢，给小幸运开个小灶，去买了个鸡腿嘛，然后给他煮个面条呀，然后放点这些菜之类的，给小幸运补补。咱现在赶紧做完好，再去给小幸运吃。一会儿都给奶吃一点，这是给人家幸运做的这个的营养餐，奶给他们沾点光。差不多了。时间比较赶嘛，今天先做点给这些第三店他们吃吃，然后等过两天有空了再给所有的毛孩子都做一下。行，把青菜一块的都搁里边吧，差不多了。回来咱把小幸运天盛起来，搁那个锅里边，搁保温锅里边，省得凉的快。还是毕竟路上还得有一个半两小时才能到的。也不多这回，因为你要是做少吧不值当的，毕竟给小幸运做一回，你做太多吧也来不及，咱还得往徐州赶。哎呀，咋咋咋动的？虫子，你都给挑掉了。爸，不是吗？呀，赶紧给小爱点吃，你看小爱吐，小爱吐都吃不了，我闻着香味了，你不给我吃啊？你家小爱这么厉害嘞，他还护食嘞，他都小，他能从那个缝钻不来。还放手回去了，我都吃两口了，你都至于吧？你问你那个鼻子上吃的吧？你求求小爱，会上了吗？小爱，对吧？还有肉吗？挑点肉给小爱吃。给小爱留点，给小爱留点。小爱刚才弄一块大的吃了，小爱也可厉害了。哎，你一个劲，你都不能让人小了点，黑吧？我的手里香还喷的香。Thank you.
吧。鸡肉给你弄好，给你撕了撕吧。还稀释面条呢，想吃面条，再来点面条，来给他弄点。嗯，面条，给你往上补了补了。